愚痴じゃなけれどこの俺にゃ帰る背もない伊豆の下だの日が恋しい意地に生きるが三年今もなお思い切れずに残る未練が泣いている払いのけても降りかかる何を恨む因果雪しぐれ俺もこんなの銀平さ抜くか長戸す抜けば白に血の吹き
さんのような良い人に巡り合ったのは初めてだ。はいはい、きっとなります。横綱になった姿を姉さんに見てもらいます。そしてな、わしゃ死んだおっかさんのお墓の前で立派な土俵入りがしたい。やぼな浮世の 裏表教え込まれて一昔夢でござんす何もかも。 今じゃ日陰のさんどがさ。相撲にはなれずヤクザになって訪ねてみりゃこの始末。さあ姉さん、この金持って早くお行きなさいまし。飛ぶには今が潮時だ。あとはあっしが引き受けました。さあ早く早く行きなさいまし。
もしおつたん、親子三人いつまでも仲良くお暮らしなさんせ。10年前に串郊外巾着ぐるみ意見をもらった姉杯にせめて見てもらう駒形のしがねえ姿の土俵入りでござんす。返しの真似事は取って宿場の神器沙汰ご覧くだされおつたさん、せめてされよ。未練ばかりがただ募る夜の暗さをはしご酒。溺れてなお酔えぬ酒の苦さを噛みしめる路地の屋台の火にさえ心が泣ける夜。あの顔になんで嘘などあるもんか。噂なんだぜ噂だと「はしご酒」
いたかったぜ三年ぶりに会えて嬉しや飲もうじゃないか昔馴染みの昔馴染みのお前と俺さ男同士で酒組み交わす町のバスへの縄のれん今宵しみじみ語ろうじゃないか昔馴染みの昔馴染みのお前と俺さ今度あの子に出会ったならば豆でいるよと言ってくれ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与。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省困的服务介绍。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张连军、姚林、阿星、星坤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668。非常想我想大家想来节目呢，请总过几位哥嘎拉斯漂漂的龙柱簇龙ジナンボガラス傘にみぞれの散る中を生地恋きん別れたせいか日光街道の日光街道の日が潤む目を向く侍ヤクザお奉行様から飛ば嵐ドブの世界なぜ身を投げる訳はあの子のわけはあの子の目に聞きな切ない次男坊ガラス大手三年三度がさ何の今さら旗本暮らしどうせ半目とどうせ半目と出たものほら、
感谢啊！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带你歌咏，咱就为陈先生所点播哈。这三门中师所唱一首你的歌曲，讲到做《触龙风》啊。即马要来甲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圣山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啊，0800-0500-6600。八节目有点小弟阿星，小弟姚人，加小弟张立军，在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诚恳的服务。联播固定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这是8点到10点，伫咱台北新北家人，咱拢收听会到。这是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宜兰之声 FM 90.7，桃园台广观世台 AM 106.7。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望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及平湖风声广播电台 FM 91.3，以上咱这电台呢，下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伫咱这个 FB 呢，台湾俱乐部的粉丝呢，又完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吼。好来，感谢。来，感谢啊！今晚就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啊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2021年7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一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讲有这个做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啊，各地云量增加啦哈，差不多是多云到好天，也、不离个部分所在依然会出现着这个局部性的大雨，这要注意。咱旧历行到5月26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6度到33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好，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今晚就来甲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甲看新闻。来，首先咱第一件要来甲报道吼，这篇的新闻，这是有关最近这两天吼。住有风邪的人吼，又搁开始热起来啊！吼，这个开始热起来吼，啊，所以吼啊，这个人处所吼住起来吼，真侪就对啊啦吼。如果那我都能持续安尼继续落就对啊吼，未来咱台湾吼住邪的人那有到啊一定的比率吼，这对咱台湾吼，这真正面真好。这篇咱来甲听，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安那公布啦吼。你讲即个国内诶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啊，即、這个疫苗诶注射诶人口，即卖已经突破一成吼、哦、一成，打算上届今年7月中旬会当注来到20%诶人就对啊啦。啊，当然，那超越过20%，即个是有效有效果诶，吼诶，即个抗战吼，即、這个效果，即、這个抗战已经来啊吼。哦啊，今仔今日将诶提早进程，搁再配上41万8000只诶无风虾来到各县市啊，来加紧吼来注虾啦。国内伫7月7日起呢，扩大前8类诶对象吼注无风虾。啊，住诶人即马开始搁愈来愈侪，干呐吼，初二囡仔出来住诶人都18万4000人，会当讲创下了吼单一工吼上界悬诶纪录。啊，指挥中心有咧有讲啦吼，讲初三日吼，原来有149000人出来住，全国累计已经300吼，啊嘛，全国累计吼来到初三日就对了，已经有吼243万人来完成住这个第一剂的预防针，含盖率吼已经啊超越过吼一成，就是吼10.18%。
啊，而且尽管这个初三去初四日吼，多好无得拜六礼拜吼，啊，较少人出来病院住。但是六到初初来甲做统计，伫拜六礼拜这两天住的人嘛来到160,000+呢。啊，其中伊着新北市吼住了上侪人，干那这个新北市啊，这两天着住46,000多去啊吼，等于是46,000人啦吼。啊，基础就是高雄，包括桃园嘛，住了33,000人啦。啊，包括31,000人啦吼。啊，反倒当啊，疫情正严重个台北市呢，这个卫生局统计讲，这两天才打住一个16,000人尔啦。人煞颠倒少呢吼。啊，为着要加紧来注射的效率呢，美国提供250,000剂的莫德纳的疫苗，第一批啊送64万吼。配送64万，今仔日他进，今仔日吼会提早吼进行配送，来到原本定伫七月伊要发送的第二批的418,000，这就对了。而且行政院嘛有咧讲呢，讲政务委员唐凤即马咧规划啦吼，规划疫苗接种的预约平台，可望伫今仔日七五日呢会当由指挥中心来公布。啊，而且第一批的起啊测试的年龄吼。下修来到50岁到64岁，指挥中心发言人曾林雄伊指出，讲那吼，这个注射的人口那安尼继续吼维持落，一礼拜吼会当注80万至100万人就对啊啦。啊，上紧的7月中旬，也是讲月底进前，就会当吼注超过20%的人口。指挥官陈时中伊曾经嘛捌讲过吼，甲看这个国际的景象吼。有风险的人口，你若住超过20%就对了啦，就有一些社会啊，这个防疫的效果出现。啊，若住超过40%，效果更加好。啊，若住超过60%，啊，这就有群体吼，几群人会当免疫，未去污染着吼，未去感染着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安尼疫情就会当控制个真好势就对了啦，并且只讲有风险注射的数量无排除吼。要甲列入吼解封的参考，啊，另外吼，前即个疾管局的局长苏益仁伊嘛建议啦，万一若有民众出现了丢毒，无要住，得卖管理啦吼，卖个等人啦吼，直接吼往下骹吼，少年的遮开始一直住落吼，赶紧住愈侪人愈好就对啊，用安尼来降低社会吼经济的冲击。对啊，啊有公司本来就应该安尼啊。如果若是即摆顺位是到几岁的年龄层、啊，结果注射起来啦，无用药的时阵有无？就免阁等啊，阁继续使用下面阁再开放安尼啊。啊，你是无必注的啊？系啊，是因为你有够注的人数，结果你唔注，这个机会当然就是让别人啦。看是看是注的效率是。这是因为煮煮的料，你若卖掉，我若卖掉，你伊也卖掉，拢无人掉。啊，自然就是这个叫做社群免疫能力啦，吼、哦，对社群就免疫起来吼、哦。啊，其他无煮的人呢，当然伊就加减有哪受着保护嘛，因为就无人会烧话啊嘛，吼、哦。啊，但是疫苗伫其他的国家煮甲足普遍了后，造成疫情搁再崩溃嘛是有发生啊，同款有啦吼、哦。所以我是感觉咱无论疫苗安那煮啦，啥物货安那用。这个挂嘴暗这个动作有无吼？应该是拢免取消啦。本来就家己要过亲家己的。我讲唔免取消的意思，就是只讲这个强制挂嘴暗的政策，这个卖变吼。因为咱以前你即马无可能讲的时阵，你嘴暗要挂唔挂拢无要紧。无，即马是啊强制啦。即马因为三级嘛，三级了才变强制嘛。过你过两级嘛是都爱。对，我意思就是讲。就算讲咱即卖当开放，开放落来到两级，有那应该爱强制挂嘴烟就对啦，然后无挂是赶快罚钱安尼啦，就嘴烟就像安全帽安尼就对啦吼，敲倒摆你安全帽啊戴起来啊，即、這个出门嘴烟就挂起来吼，就变成这可能就爱用安尼啊啦，啊若无你看喺国外，
变迄落疫情控制了好，解封了，免偌久，随着去崩啊，吼，着去崩啊，安尼啦吼。政府有咧讲，达到即个防疫效果的时阵吼，是毋是吼？会做一个解封的即参考了。嗯。其实眼前吼有希望啦，但是也未确定讲政府讲要甲咱解封啦。对啊。啊，即解封是两面的。嗯。两面两面倒了对啦。本来就是啊。安尼。你今仔解落，一中间就对，唔解。你今仔个无解封就对啦，真正足济艰苦人。民生民生的问题，真正袂解决。嗯，真正袂解决啦，已经无生意人做，也无生意人做，也无趁钱，也无遐，拢无法度啊。嗯，啊，要解封落去啊，万一若叫病开的时阵，嗯，我为着解封个病去，啊，大家愈惨，安尼就对。嗯，所以这政府爱哪呢会回？嘛唔对，对唔对？啊是讲有人遐，啊都明都叫都会当解封啊。嗯，你也无要甲解封嘛唔对。哦，对啊。啊，遐艰苦人要安怎？有。即卖已经未过起来咧，作息拢未过起来咧，生理人啦、点头啦、啥种种个作息拢无法通做啊啦。嘴炎拢解封，外国是安尼啦，啊挂嘴炎拢解封落去到底，嘴就崩啊啦，啊所以咱这个嘴炎嘛咧甲看吼，挂咧是好啦，然后继续挂掉，什么都挂咧惯习啊吼，都挂掉咧就好啊啦吼，啊食物件先再退起来嘛，啊这个食物件食。还是人家有代志要来找，小找中间，唔敢去你恁兜啊。对啊。外口啊，咱在外国谈讲话啊，安尼啊，讲话佫开离开一段嘛，安尼。对啊。大家拢有这个共识啊，有这个了解啊，安尼。讲规部也是全国底下咧等台北市啦，台北这个瓜分贴即种的台北市哦吼。连面是北龙啦，啊连面是啥物北街啦，啊来即卖来个啥物咧果菜市场啦，啊来了个啥物华南市场啦，即卖过来一个虎林街就对啊啦吼，吼吼，伊个代志真正有济，即个人吼，全国拢等你哈，啊等你看安那样啊啦吼，这叫做遗书啦，这叫做专业的。啊，头拄仔听有人咧报吼，住王下台北煞住偌济？嗯，一万人咧遐尔，人保卫处较济，台北。住起煞比上少，我甲听起来多上少。无啦，住少这是无怪伊啦，这是人要住唔住的观念尔啦吼，这含咩伊是无关系啦。啊，不离过这个整个。啊，台北这咁重咧，对啊，现在人无爱住。啊，台北人就无想要去住，咱也知影吼。要住的效果的经营，效率的经营，可能有问题啦。我惊是效率出问题。嗯。嘛是讲阮说，伊嘛是讲阮说，较侪占地啊，啊，要住唔住宅人个啦吼。好啦，啊，若无住的人，就是向下骹一直塞吼，向啊一直塞塞到18岁啦。咱来个，咱三个吼，啊，摆在做乡试多啊，来个台北市的市长，敢没有会倒落掉啦吼，拢无输啦。嗯。但是呐，我立委去甲骂一个就输啊啦。嗯，嘿，听无？嗯，啊，所以就警察查查安尼尔。嗯，对啊，感谢。啊，伊这边的好歹，大家通人知嘛，对不对？是啊。哦，是通人知嘛。嗯，好，感谢哈，0800-0500-6688，圣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来，先来进广告哈，啊来好，咱先来进一个广告，阿点咪呢，再个倒转来哈，0800-0500-6688，感谢啊。嗯，
真久就吃啦。啊，我是讲不痛不痒，你知道？嘿嘿。啊，就到尾我阮先生伊较早有生带状疱疹啦。嘿嘿。你要来食看麦？哎呢，伊拄啊脚吼，咱咧脚盘的中啊吼，脚盘甲只弯翘的所在吼，有生一粒迄落，敢那不是瘤，你知无？生一粒瘤哦。是。啊，我先生看吼，西医中医拢有看。脚盘迄个所在啦。啊，怪啦。啊，中医伊个针针个刺刺拢无效啦，迄奇怪，啊，我已经买第一号，我买十几罐回家，第二号吼，等于哎，阿姨人来无去啦。哦，欸、我是讲无咧做见证哦，哇，真唔甘愿咧。伊这是啊那是啊，甲有讲迄是算啥物？算肉瘤？嘿，应该是一包啊，一丸 D A 啦。一丸哦。跟那珍珠啊，大粒安尼啦。是，珍珠。先生，哎，紧甲，先甲因讲一下。哦，有啊，即马新就是伫边啊，嘿，我伫边啊，嘿，先啊。恁三个哦，我拢足钦佩恁啦。哦哦，啊，拢有甲恁做见证哦，哦，迄个有敢有效，有效，个恁来共讲啦。哎，现在我借问一下吼，你讲恁先生迄当时生一粒卡盘，遐生不一粒出来。咱卡凹凹一个所在。你讲像珍珠遐恁啊大粒安尼个对啦，哦，啊，唔，较无像玻璃珠啊遐恁大。对。但是你有去用看？啊，有去中医西。伊讲，阮在台北嘛。啊，结果拢无遐多人处理。就讲，伊就讲，啊，你都甲挂起，我无你，你若不爱死，你就莫插伊就好啊。啊，但是西医无。我今日嘛会惊咧。但是西医无甲你讲，啊，迄是差不多啥物生啥物吗？讲迄个，敢若类似肉瘤安尼。哦，肉瘤安尼就对啦。你就莫去，无你爱挂。啊，你讲你食十几罐的迄个喜多山。很呐。啊，大，即马啦，即马什么情况？去发现啦，哎呀，奈无去啦。哦，敢若主动消无伊就对啦。啊，本来话你嘛有人咧讲，我是讲当半信半疑，你知吼？是，因为咱家己食，会体会讲，哎，好健康个咧。哎，西医的意思，西医的意思是讲，若袂就开刀甲摕起来。哎呀，啊，若无，啊，若像针灸吼，有啊，又该刺刺个，该针针个，即嘛无效啊。是，好，啊，会疼袂啊？迄西医安尼。是袂啦。袂啦，吼。但是你着看到会惊嘛，怪怪嘛。哎呀，哎呀。哦，啊，愈来愈大粒啊！是，啊，是有愈来愈大粒的状况了，对个。哦，啊不呀，这就无去啊。哦，就自然软消失去，安尼就对啦。嘿，安尼真好，真好，安尼感谢。谢谢，肯定感谢。等下咱在倒位头讲大班。班噶，哦，班噶。有，啊那安尼食了袂歹，啊，甲咱大家斗笑。对啦，我想来介绍啊。是，感谢你。啊，恁大家拢脑子的经营吼，先甲恁买啦，甲恁交关啦。感谢。好，等下谢谢哦，感谢。感谢。非常的感谢吼，啊，咱这位住伫台北吼，孟家赵太太吼，啊，来甲咱做见证吼，圣山喜多山吼，啊，当然咱啊赵太太伊伫这个见证台内面讲啊真清楚，就是因先生吼，迄个脚盘迄个所在，啊，生一粒唔系啥物物件吼，啊，有叫医生看吼，不管是这个西医也好啦，汉医也好，当然西医伊就是处理方式就是挂掉啦吼，伊讲差不多像珍珠吼，像珍珠遐尼大，啊，当然伊咧讲的过程当中，有可能是讲啊，这个物件到底挂好还是挂还是卖挂吼，啊，较好伊嘛唔知影咧，但是伊后手来使用圣山喜多山的过程十几罐，迄粒所谓的讲，那亲像珍珠大迄粒。肉瘤就对了啦吼，都乱消掉吼，都乱消掉了吼。咱圣山公司啊，喜多山伊这个物件，伊是一个机能性的食品，伊唔是药啊，吼，伊唔是西药，啊嘛唔是汉药吼。啊，当然你伫咧使用的过程当中就对了啦吼，伊会当将咱这个腹内无好啊，比较吼较垃圾的物件，伊会清除掉，啊，然后活化咱有一个细胞吼，增强咱的免疫力。所以有当时啊，伫这个条件，你若恢复倒转来的时阵就对了。咱人等于身体已经开始慢慢的恢复健康啊。你要对抗这个外来的病毒菌，就作用伊啊，就作用伊啊吼。啊，尤其咱这个圣山公司、圣山喜多山，伊这个物件、伊这个原料是由咱吼啊，日本这个北海道深海掠起来红卡金所提炼起来机能性的产品。加确是甲壳素，真好个物件。咱长期性你个使用，对咱人个帮助真大啦吼。啊，所以伫咧使用个过程当中，啊，咱对即个皮肤啊，对即个头毛吼，会反应上紧。你虽然你身躯无啥物，无啥物款个病痛，但是你使用个过程当中就对个吼，你会感觉讲，哎呦，使用无几款，你会发现到即个皮肤吼，你会感受到吼有真大个变化。你感觉讲，哎，皮肤真柔嫩呢。安尼感觉讲吼，啊，愈来愈水金棍吼，足侪人安尼反应吼，足侪人个反应就对啊。所以咱台北吼，这个网咖
赵太太，伊讲因先生啊，这个皮肤吼，就是脚盘迄个所在有生出来，这个啊，所谓那身上珍珠大的这个肉瘤，含这个皮肤，我那是有关的关系啦。当然，咱要进一步要去了解的时阵，就是医生爱给咱开刀，爱给咱做处理检查啊，啥样？但是赵太太伊无去吼，这个啊，因先生无去有医生甲挂掉嘛，啊，无甲挂掉了后，时当然。干那会当用迄个肉眼去甲看，医生甲讲啊，有可能就是肉瘤安尼啦吼。咱伫遮嘛是要甲听众朋友建议，就是讲类似即个生东生西，嘛是爱互西医做一个检查，安尼才是对的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是咱全国免付费的叫回专线电话。以上报告，感谢。是非常的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咱即马是厝内个别性产公司产品十罐的朋友，咱都加上三罐以外，也够提供侪侪精品，要来互朋友做挑选。买十罐的朋友，你会当吼啊，甲经十四寸将咱台湾制作旅行的巅峰一支，你要甲经蒙特娇，这伫咱台湾算大品牌、大牌子。热天的薄毯啊，一领拢会冻。经金钻不沾草锅一支啊，这个32公分宽的平顶吼，这煮食吼、煎蛋啦、炒饭吼、煮菜吼、料理加素食。你别经圣山公司有30粒装的保顺健、惠安素、喜乐清、金立明30粒，这拢会用一路。咱一道经一堂为原则。另外一处呢，个别圣山公司产品5罐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一款以外，同款有提供侪侪精品，要来互朋友做挑选。要五罐的朋友，你会当个金三米的保温杯一支，你要个金白沙湾起锅一条，金胖红胖泽半打，你要金无环剂的洗头毛巾一罐，无环剂的洗衫巾一包，拢总可以。咱一道金一项为原则，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您。来接落来，咱要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这是。咱这个啊，彭水娥啊，所来演唱我所爱的人。对阮坦白讲，嘿啦，我来讲啊。